哇塞，油电池号称是安全天花板耶，就算被强烈撞击也不会起火爆炸，这是真的假的了？我们超硬核直接来做对比实验。那组测试只是小 case 了，最最最刺激的是穿刺实验哟。我们给固态电池接上15瓦的卤素灯，然后拿钢钉直接钉进电池内部，到底固态电池和普通电池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呢？还没完哟，我们还超大胆的试了纽扣电池充电，想说小心点应该没事了，结果才充电四分钟，砰的一声居然直接爆炸了，现场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。最后我们还揭秘了圆柱锂电池从不鼓包的秘密，错过这场实验真的会拍断大腿了。 Nice， 只用固态电池的充电宝受到强烈撞击后真的不会起火爆炸吗？接下来就把这个充电宝拆了，再把电池做个穿刺实验。外观还挺小巧精致的，长度只有 11.5 厘米左右，机身流线型设计，顶端有两个 C 口和一个 A 口。看一下它的参数，内置两颗5000毫安时电池，总容量1万毫安时，两个 C 口都支持双向快充，最大功率40瓦， A 口最大输出功率33瓦。用料方面还挺良心的，贴了很大一块硅胶导热垫，用来给电路板散热。两块电池是叠加在一起的，先把电池从电路板上拆下来。单节电池容量确实是5000毫安时，两个电池是串联的，可以很大程度提高转化效率。红黑两根线是输出，黄色线连接保护板，电路板有两颗螺丝由外壳固定。一颗大功率升降压电感，一颗耐压25伏的固态输出滤波电容，菊花下面是四颗电量指示灯，通过泡沫棉中间的小孔把光传递到外壳上。这是新海科技的充电宝专用芯片，内置高性能 MCU， 支持多种主流快充协议，同步双向升降压和锂电池管理。这颗热敏电阻是负责监测电池温度的，防止电池过热损坏。先测一下固态电池内阻和普通电池有什么区别，电池电压 3.96 伏，内阻 5.69 毫欧左右。再找一块全新的普通电池看看内阻多大，夹子同样也夹在电池根部位置。普通电池的内阻26毫欧左右，几乎是固态电池的四倍。接下来就是电池穿刺实验了，先在固态电池和普通电池做上标记，先穿刺固态电池，上面接了个15瓦卤素灯，便于观察电池电压变化，直接把钢钉钉进电池内部，好像没啥反应，灯泡亮度几乎也没有变化，钉子已经把电池穿透了，只是稍微有一点气味，并没有起火，再钉两下试试，依然没事。摸上去电池稍微有点热，但不烫手，先给它放一边，来穿刺一个普通锂电池，同样也接上灯泡。那反应这么讨厌一样，固态天脑。电池刚电进池一点就开始拆开，不太十秒就燃超电进了，钉盘不电，电池拆了，天都快黑了，固态电池还有电，直接把电池拆开，内部和普通电池也没啥区别，黑色的是铜箔，白色的是隔膜，最后一层是铝箔，都拆成这样了依然还有电，看来固态电池确实是又安全又皮实，主要是固态电解液没有液体流出。好厉害，纽扣电池没电了，究竟能不能充电？今天就做个实验，纽扣电池满电时的电压大约 1.6 伏，充电电压我也调到 1.6 伏，充电电流就调到90毫安吧。电流也调好了，直接给电池焊上电线来充电。安全起见，本次充电实验直接来到室外空旷地，开始给电池充电。就给电池充电十分钟吧，现在时间是17:23。
今天的风属实有点大，画面一直在晃动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充电才四分钟就爆了。看看这惨不忍睹的战场，电池就剩这半块了。所以说，既然是一次性的电池，没电了就扔掉，千万别再傻傻的充电了。讨厌，自己来。羊。软包里电池鼓包是经常的事，已经见惯不怪了。那为啥这种圆柱锂电池从来没见过鼓包的呢？我以前一直认为是外壳硬的原因，今天才知道秘密就在电池正极里边。拆开了一节圆柱锂电池，给大家看看电池正极的结构是什么样的。电池正极片的外边包裹着一层塑料绝缘垫，作用是和电池外皮分隔开，防止正负极碰一起短路。从外观看，电池正极两面是一体的，其实并不是一体的。可以看出这里还有一个塑料绝缘垫，然后我们先把最外侧的电极取下来，它的材质是铝的，直接用小剪刀就可以弄开。已经拆开了，我们看一下内部长什么样，里边除了灰尘和污渍什么也没有，稍后清理一下污渍才能看到小玄机。我们先拆这里，已经拆开了，打开看一下，里边的结构还是挺简单的，通过两个焊点与外面的铝相连，就是这里，这里有个绝缘垫片，中间这里和外圈是一体成型的。仔细观察发现这里有一圈很深的凹槽，其实这就是电池的安全阀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面，仔细观察也会发现有一圈的印记，安全阀的作用和电容顶端的防爆纹一样，当电池内部压力过大时，就会把安全阀顶开，使内部气体释放，这样就可以防止电池因内部压力过大导致爆炸了。你学废了吗？我喜欢羊。哎呀，后面还有啊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。透泰超级正半的电池大挑战，透过最直观的实验告诉我们，固态电池根本是安全王者等级。从拆解到穿刺测试，它凭借零起火、低发热的超强实力，直接把普通电池易燃易爆的缺点碾压到不行。核心关键就在于固态电解液的稳定特性，完全告别液体泄漏的风险了。挑选行动电源的重点笔记赶紧记下来，选敌机小巧好携带的小机身，根本神级设计，注意快充规格，双 C 孔加大功率真的超赞，检查内部材质有硅胶导热垫加专业芯片才让人安心，安全与效率两者都不能少啊。用血泪换来的教训请务必记住，纽扣电池是一次性用品，千万别尝试充电就种玩命操作，四分钟就爆炸的画面就是最惨痛的警示。冷知识秒变救命指南，圆柱型锂电池的安全阀设计就像帮电池装了一个泄压阀，压力过大时会自动排气防爆，下次看到电池鼓包可别傻傻操心了。一句话总结，固态电池重新定义充电安全，普通电池暗藏风险务必当心，实验前程既高能又实用，你学会了吗？赶紧点赞收藏影片，学会安全用电的新姿势吧。